我现在煮了一锅的东西在这里，如果待会你们不拿筷子，不拿汤瓢把它舀到你的碗里面，吃到你的嘴巴里面，吞下去，其实这个东西对你有没有功用？没有，一点作用都没有。这个主耶稣信心活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都说这位主耶稣他很好，他好到一个地步，他可以变化我们这个人。那但是如果你不取用，其实他在我们里面是受我们的限制，整个就像这样的得官者，你要喝也不行，你要做也不行，除非你把你这个人这样的打开，向他敞开，你才有可能接受这个连接带进来的功效。对，就觉得很宝贝，这个那么丰富的这位神，现在都在你们的里面，你们要学习经历他。好，那我们就。祷告，祷告，我们用物质的东西吧，没那么多。对，耶稣。哦，主耶稣。主耶稣。谢谢你。借着我们相信你。我们接受了你。借着我们的受浸。我们在死而复活的样式里。与你连结。要叫我们恢复这起初你所造的功用，你要充实我们，浸透我们，让我们全人磨成基督的形象。我们需要过一种生活，在生命的新样里，活在这调和的灵里，引你活着。是，主，我们现在承认我们这人是软弱的，我们还有许许多多消极的元素在你的里面。阿门。